你爸生病的时候，我没日没夜去照顾他。现在我爸都住院两天了，你连去都不去。我说了，现在太晚了，咱这个点去打扰他不合适啊。那白天呢？你连提都没提过，你压根就没有这个心，是不是？我有啊。还是说你觉得我爸瞧不上你，压根你就故意不想去看他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呀？你不就是这么想的吗？哎，随便你怎么说，好不好？你什么态度？其实我不是不想去，是因为前几天刚找的新工作，实习期没过就被辞退了，现在手里只剩几百块钱，见他爸又不能空着手去，还有就是他爸本来就瞧不上我，想到马上奔三的自己还一事无成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他爸。这个号可是我从大一陪我到现在啊，我就2000块钱价格卖给你之后，我就希望你好好对他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别知道，你待会儿把这个号每个皮肤细节或许日期都截图发给我。不是，你都把号卖了你还在乎这个干嘛？我号虽然卖给你了，但念想我得留着吧，我的青春现在看来就值2000块钱，什么都不懂。哎，走了，记得转钱啊。好啊，以后把钱给你。你不是不来了？我没说我不来，我去买东西了。那我总不能空着手来吧？睡来睡。你回去吧，今晚上我在这里陪床吧。你跟我爸在一起不尴尬呀？没事，那总得面对嘛，我一个男生照顾起来方便点。我去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把这个拿上，送你的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在德国给你买的海洋至尊护肤礼盒，这个不仅能及时控油，改善面部油脂感，而且控痘保湿效果也特别好。你怎么突然想要送我礼物啊？这不怕214了吗？这个礼盒还有周边卡片，等我爸身体好点了，咱们一块打卡片上。你浪费这个钱干嘛？这是不是很贵呀？德物现在有活动，这一套优惠下来才100多，同款出评论区就能买，品牌直发正品有保障的。行，那我去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你干嘛呀？我跟你爸买东西怎么能让你付钱啊？陈琦，你别逞强了，你这刚换工作没多久又没工资，哪来钱买这些东西啊？又找陈哥借的吧？我不是，我没找他借钱，我就把我原来那个游戏账号卖了。卖了干嘛呀？你不是说那是你的青春，你不是说永远都不卖吗？那青春也不能当饭吃，这年底了马上又长一岁，我得认真跟生活对线。想好了？想了。没关系，反正那时候我的心再难，有我陪你一起说。我打风筝。